这应该是提拉米苏的，好好吃，太浓郁了，它这个奶油。你们近距离看一下，放下点，这个是肉松的，然后还有芋泥，看一下，这个好扎实，太好吃了这个。它就是唯一可惜的就是这个奶黄在底下就吃不到，这是抹茶的，看着很不错，这个抹茶味很浓郁，但是就抹茶味有点浓了，它有点发苦，喜欢吃抹茶的可以尝试一下他们家的。他抹茶放的贼多，挺好吃的，反正很扎实。它的饱腹感贼强。